包括地面公交、轨道公交、出租车、网约车都是正常开行，居民可以正常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乘坐前呢，请广大市民啊要做好个人的防护，测试那个健康码绿码，配合接受测温。在乘车过程当中，希望我们居民呢规范佩戴口罩。